这个梯梯下来好像头昏的。问题是，我为什么感觉自己是个刺客一样的在玩？不过帮助了我的队友兄弟。这波这个中单没有我这波 TP 不可能四杀，我一个 TP 留了三个人，兄弟还可以吧？虽然 ADC 好像不是这么玩的，但是这波功效还不错，帮助了我的队友，他很舒服。